第五发脱保，第三发脱保，第三发脱保，第二发脱保。刚刚夸完吧，就还是不要有失误。脱了个把。我觉得谁都逃不过这个魔咒。听说英错案其他人还要来参加，还行啊，参加比赛。接下来有请第一组运动员一到英错案张家元，二到管乐前往各自岗位前就位。还是可以的，没有特别远的失误。而且至少张家元呢，现在已经完成了咱们这个竞猜的 C 答案50.1分到80。脱靶，脱靶啊！第五发脱靶。啊！咱本届比赛的本自然本届比赛的第一发脱靶出现了。哎呦，太可爱了！一到 Into One 张家元第一组比赛结束，总团数52.8分。大家展示的是前四位出场选手的成绩。刘钊，二到胡春阳前往各自岗位前就位。一到 Into One 刘钊第一名。这其实啊，我感觉就是。场外因素还是影响了选手的发挥。没错，喜剧人，喜剧人。啊，习惯了，心态挺好。灵魂。哎。我又是拖把，深深打了一道叹气。那这一发确实就赖不着观众了，因为第一发的时候呢，确实他打的就是激发的时候还是有场边的声音的，但是第三发是没有了。平复一下心情。第五发脱靶。那刘璋的这个第一组五发的分数就有点低了，10.5分。一打一出啊，刘璋第一轮比赛结束，总成绩10.5分。一打一出啊，刘璋两轮比赛结束，总团数46.7分。下面有请第五组运动员一打一出啊，林墨。二大于兆和前往各自岗位前就位。开始。哎呀，拖把，第三把拖把。运动员准备，开始。第二组的是拖把，拖把，开始。第三把拖把，拖把。啊，连打了两枪拖把，拖把。着急了，着急了，应该把枪放下来休息一下。对，别着急啊，别着急。比赛结束，总分数36.8分。下面有请第九组运动员一打 Into One 刘宇。哦，二大陆思恒前往各自岗位前就位。加油！下一组的两位呢 ？Into One 刘宇是代表安徽队。加油！加油！拖把。有。哎呀！第二发拖把。刚夸完吧。就还是不要有失误。拖了个把。那这样刘宇的总分数也是上50了。Into One 刘宇两轮比赛结束，总分数50.4分。今天比赛完感觉怎么样？很棒，开心。咱们拿了两个第一，张家元单人项第一哦。真的很不想夸。AK 拿了一个团体，该夸，本来过了预选，难过了。
接着跨到没有决赛那一步了，还挺开心的。对，我今天就是工具人，我是队友比较强，然后我就是跑一跑，帮他们耗一下对面球队而已。想对下一次来的队友们说什么？不要拖把，不要拖把，只有拖把。我希望他们拖把，不然这样会让我们英超的传统是什么？对，现在有了新的定义，知道吗？拖把，对不起，这是我开创的。对，拖把还魂，英超叫什么？拖把还魂。哎，真的我。哇，这哎，如果我们每个人最终啊，剪辑出来我们每个人拖把的那个剪辑，你知道吗？应该是个很有传统。来，粉丝们 ，insider 们，把我们的那个拖把的那个声音和剪辑剪得很爆痒，谢谢。稍微有点难吧。拖吧，下一个话题。